辛苦了大家，辛苦了。好冷哦，好冷，好冷，有点挤啊，还可以呼吸吗？可以。不好意思，我的位置太大了。没关系，如果没有位置的话，这边好吗？这边还可以再三个吧。四个。可以吗 ？OK， 靠近一点没关系。可以。我完全没有想到今天这么多呢，为了什么呢？为了你呀！大家觉得？我是淑蜜，大家晚安。晚安。哦，嗨呀，哦啊，嗨呀，哦啊，嗨呀，哦，嗨呀，啊嘿。不舒服就稀稀疏疏一样，可以把房间推开，然后位置应该就会越来越前进了。嗯，应该很自然而然就会找到自己舒服的地方。
我来自台东，我叫淳敏，然后今天是森林系的表演的最后一场，本来没有这场，嗯，因为最大场的奇怪你们怎么都不来，一定要最后一场了，然后很高兴今天那个我亲爱的拉铁粉们有帮我做了森林系毕业生的那个花。可是我感觉好像结婚的那个，没有，不会，谢谢你们辛苦，是真花这个，那又如何？可是问题是，真花好像是都没删啊，哦，对啊，只好拍照做纪念，拍照和消好了。通常我都唱主语比较多。也因为去年发了一张母语专辑，有机会代表台湾去很多国家表演，有一个最近的国家我还常常去日本，然后跟一个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个作家日本人青木有香 Aoki Yoka 合作了一首，虽然我唱主语，但是我可以写流行的东西，最近跟隋唐混得很熟，就知道我脱不了时尚圈。那这首歌，我的第一首日文作品 solo， 送给各位。想你
哎呀那嗨耶，哎呀哦嗨呀，哎呦哦嗨呀那哟耶，哦啊嗨呀那嗨耶，哦嗨呀哦嗨呀，哎呦哦嗨呀那哟耶。变成同学之后变成学长，知道大学生活有多么坎坷。
掉了。有第一次听过熟命表演的吗？真的哦，辛苦你们，其实我蛮红的啦。今天的场地你就知道了，然后要早点排队的吗？我过来之后，他们两个敢举手。其实我唱国语歌很少，然后我今天还会唱一点点这样，就是我有写歌给一些国语歌手，最近很努，这一年很努力的在想办法把自己的事业推向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歌手那边。但一方面其实我有想一些我想要表达的一些事情。我来自台东，然后都兰部落，我土生土长都兰国小，听过没有？杰出校友。我都兰国小毕业，都兰国中毕业这样。我很爱我的家乡，所以我才这几年就是常常用演唱会的形式当作我去带部落青少年的一些基金这样，用演唱会的方式来台北骗骗钱啊，对不起，一路就骗到这个时候了。但也是因为大家很喜欢都兰啊，我发现都兰开始不太一样啊。一方面我这五年我也常常用回去带部落的青少年，也希望让他们对自己的族群跟文化是有信心跟有兴趣的。可是很妙，我觉得真的是我不晓得啊，真是上帝安排的。就在这五年之后，台湾那么漂亮的海岸地，这样即将面临33个 BOT 案的 BOT， 很害怕，真的。其实我们老师，因为我住在当地嘛，你们不太了解那个压迫感的感觉是什么。但有机会去都兰看，我欢迎大家来，很漂亮的地方，还靠海靠山，中间一点点地，可是那些地要被 BOT 就觉得很可惜。可惜的地方就是你现在去啊，没有人跟你收一毛钱，你要看这些风景。但是如果有一天它像垦丁了，全部的海边的风景都被房子挡住之后，你要看风景，你要住一个晚上，要停车费，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当地的人呢，可能只能做一些很基本的一些，虽然他们的口头说要给当地的人就业机会，可是永远做的都是那个基层的老工作，不可能当董事长啊。我也很想当董事长，我很怕被 BOT， 到时候我就被有机会在饭店里面看到我表演那样子，我不知道那个心情会是怎么样。但我不希望看到这样，我真的不希望看到这么好的风景啊，这么好的土地，台湾啊这么小一块地，我们不像美国可以在那个沙漠盖拉斯维加斯，我们没有多少地的，你知道吗？而且这些资源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台东没有很远啊，火车6个小时就到了，5个小时最快的5个小时的。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珍惜这样那么漂亮的风景，别的地方找不到，就剩下台东花莲，我们一起帮忙好不好？好。那待会会有更劲爆的人出现，不要的场面会有点像还我土地的真实。对，请珍惜现在听音乐的氛围。好，那我很喜欢唱这首歌，然后就是我刚刚说的，很多人喜欢都兰，但我希望他们是真心的，所以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的说爱你。掌声。
愿在波澜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想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不快乐的之前先别说出口。辛苦了，啊，我知道，观众啊，我来台湾20多年了，你呢？Oh, yeah.
先介绍马少，马少是我主介绍，他的丰功也是东东台东高中400公尺跨栏国际选手。中间昂爱目前是便利商店，非常正直人员。然后最旁边那个可能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机会看到他，他叫纯定，然后明天是他来台北要领奖，他最近得了一个文学奖，什么文学奖吗？对，不好意思讲，来讲了讲句不好意思就给大家了，然后纯定。有卖东西，有写字的，有跑步的，还有重叠啊，蛮不错的，还好啊。你看我那么笑那么开心。他们最近应该说今年吧，就是刚变成正式的青年的阶级的一部分。之前是巴卡龙爱，巴卡龙爱其实是指那个阿美族的青少年的意思啊，国高中生，然后五年之后才有自己的名字，像我自己叫拉千玺啊。待会会讲说这个阶层的名字怎么来的啊，先唱歌好了。他对汉那姑呀，当我你呢，他为他一步顺个姑，马虎你姑大姑阿如马哥，姑大姑当当当当当当当，马卡巴海姑如米阿达尼，马罗格隆那尼图姑。Amis akaku, utaku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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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 utaku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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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 utaku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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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Hey,
答案，啊哈噔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哈噔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哈噔当当当当当当当。呜啊呀！他们的好听，还好，我觉得还好。他还有年纪的问题。好，我教大家唱简单的阿美族的喇叭。很简单，这我常常教。我想说今天有新朋友来，而且我不太认识，就刚刚那两位啊，很快的。阿美族的语言听起来像哪一国啊？我自己觉得很像法国人。我不要欺骗我自己，你们听起来了，你们听过的任何的国家，不管你们看过电视《Discovery》还是《大冒险家》之类的，你觉得比较像哪一国啊？比如那个东南亚系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可以就是透过这种语言的口气包装的话，他可以比较接近哪一个国家呢？你觉得呢？法国。好吧，好吧，参考吧，参考。好，佳佳唱这首歌叫《改游印》。改游印是阿美族的意思，讲美少女。也可以讲姑娘，也可以小姐，也可以给她扮演多少。然后总称呢，觉得女性就是女士们就叫改油印啊，念出来改油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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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改油印，哈哈哈哈哈哈，没问题，没问题。我刚讲母语，母语还是不太会讲法文。这是经历。好，点点啦，就这样啦。那我待会唱黑语的时候，你帮我回答改音，试试看。跟着我的弟弟们一起唱。嘿哟，改哟伊，乌曼噶乌拉罕，嘿哟，改哟伊。都会唱哦，好吧，那就当作写法文好了。我不想影响大家，但我的直觉是法文。来，这首《改游印》。Bye-bye.
相信我在台北那么红，我必须要证实这件事情是真的。但我不知道有多红啊，今天场地有点小啊，通常都会1000多人。通常要在某些特定的日子。好，欢迎杜兰青年。不要喝了，不要喝了。刚才，这全部都是我们多兰的年轻人，有大有小，然后四个阶级，四个阶层哦。阿美族很特殊，就是阿美族的以前传统的制度上面是有年龄阶层的，然后五年为一个单位这样子，15到20，20到25，25到30，比例是这样子哦。好，你们都有毕业生嘛？好，谢谢拉铁粉。好，我们是新的崛起。总会替哥哥们做这个毕业。在校。大家今天是有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所以特别把他们请过来哦。森林系，你们最后一场，但是我常常讲说，没有土地，哪来的森林？接下来就是还我土地的时间了。在场有县长吗？还是行政院长？我们先清唱一首，奉献给我们部落青年当作一个纪念的一个歌曲，叫《杜兰青年聚会歌》。喂。哦，哇嗨呀，嗨呀。
哎呀哦。今天有三个阶层啊，因为阶层就，我的上面是拉肩材，我这个哥哥代表的。听说美女吗？拉肩材是三十吗？三十到三十五，好、啊。好，接下来拉全席。25到30。好，下面是拉力伟，我没有冷的拉力伟，我们的弟弟们在当兵啊，比较可怜，很可怜，他们在社会的边缘。然后拉力伟是20到25，21到25。好，再下来就是拉沙洞，这个乐器啊。哎、欸，还有一个，有吗？有拉手的吗？哎、欸，你怎么在那边？你上台啊！过来，过来，过来！好，来，第二位，为什么他比较迟到了？几个？好像我们家很多人呢。这样知道年龄阶层了嘛？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阶层的名字怎么来的？这样，比如五年部落的长辈们就会用这样的命名方式啊。你猜，马丹娜是哪一个年龄阶层？好，不要猜啊，那你猜夏雅轩好了。所以以后来到杜兰部落，不好意思，你的真实年龄没办法隐瞒的哦，很残酷哦。就是你是哪一个年龄？你不要装年轻，马上就认出来了。啊，你不要故意说啊，你要去找头目，跑去他的店前，不行，没有礼貌。哦，像这是阿美族的传统的制度，只要到了特定的聚会里面，这种阶层的制度就很明显会被产生。这样，以后去参加阿美族的聚会，懂了吧？哈、哦，什么年纪，你不要跑到马当娜的年龄阶层，你也跑不到，你可以跑去那个罗志祥的年龄阶层。罗志祥是哪一个？阿全喜吧。阿全喜。你们是然后哥哥他们是张惠妹的年龄阶层，大家了解了哈、哦、对啊，要懂了吧哈。好，那当然杜兰很漂亮，我觉得很多人喜欢杜兰，就是每年杜兰一到暑假，哇，不得了，好多人来。然后杜兰最近也发生很多事情，我觉得是不是要找
一些哥哥们来分享我们这样的一点点故事，就是我们曾经在11月12号，在杜兰，就是真的是部落的年轻人集结起来，应该是史上最大吧，300多人，快400人的一个。我们部落也没多少人，阿美族算上人口也没剩多少啊，对，来一个300-400人的年轻人集结在做还我土地，保护自己的传统礼仪，我觉得是很难得的。然后，哥哥也要讲一下，分享一下吧，那个传统礼仪的事情啊。干嘛呀？你挂的是新娘还是？哈哈哈哈哈。伴郎。啊，好，介绍我的哥哥，他是我们的拉肩茶的哥哥。就讲一下最近的，因为他比较常回去台东嘛，因为我最近都忙着森林系当偶像，有些事情我可能资讯 loss 掉了。那当然，我很支持我们部落年轻人做这件事情啊。我也跟很多朋友分享，但如果有一个哥哥来跟大家分享更真实的事情，我需要借这个机会，最后一次森林系。谢谢署名介绍。啊，我先介绍我自己，我叫洛恩阿浪，然后我是那个署名异父异母的哥哥。异父异母的亲哥哥，然后后面都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姐妹，所以我们都兰是一个大家庭。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11月12号，我们啊都兰的青年为自己的传统领域，为自己的故乡的土地，也是东部最后一片，常常听到人家讲的台湾最后一片的净土，守护这一块。然后有台东最美的是什么？台东有三宝，有山有水，有好多原住民。那最珍贵的真的是原住民，那原住民跟土地的关系真的是很微妙的。那11月12号真的是很感动，我们几乎在外地的年轻人，还有自己家乡的老人家，还包括我们署名的拉铁粉都有来支援，还有其他太巴郎部落、港口部落，还有那个台湾族的都来，还包括美丽湾大家很可守的已经被 BOT 的那个赤同部落。对，那一次的活动非常的成功，很感恩有这些我的兄弟姐妹，我部落的老人家，还有署名的看板。很感谢那一天署名他没有办法分身啊，因为他刚好有活动，然后他拍了他的无敌铁金刚的粉丝嘛，然后带着在那边还肖像在那边陪着我，真的很，肖像没有了，我还活着，不是肖像，应该是那个人像，其实看吧你，人像看吧，算了，不好意思。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台东都兰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那我们很不希望就是用大型的开发饭店来建设在都兰部落，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来，像其实东部是需要发展，但是不一定要用大型的开发方式，这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想要跟政府讲的话，然后也希望来听听我们的声音。那最后最主要是很感恩，是我们这些人还有我们的署名的粉丝很多人有去声音我们的，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我们在这里要我在这里讲一讲，就要开始要带那个守护传统领域了。我带着，带着。我们要喊一下吗？守护传统领域。哇，奇怪，真的是偶像就是偶像，带起。谢谢。这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原住民在大在这次东莞处，他很想把我们原住民把他希望用文化的东西来把我们包覆住，就是用帮我们盖文化馆，然后让我们跳舞唱唱歌。其实我们年轻人想的是，我们年轻人不想被盆栽化。所谓的盆栽化是在一个温室里，是在一个文化馆里面表现你们的舞蹈跟你们的歌声，还有你们所有的技能。那这种东西盆栽是不可能被延伸的，因为永远都活在那个小小的区块里面，只是在那个屋檐下。那其中最美的是，因为我们层层阶级能够还有一些尊老敬卑这些礼仪，还有一些我们的技能都是我们需要去延伸扎根的，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不想被盆栽化了，最主要不要盆栽化。那很多发展的空间，我希望说不一定要大型的开发，在台东不是资本有一个资本大饭店，每年也没有，从来也没有住满过。那对啊，而且那住满的时候是被包包风在吹走。资本那么漂亮，你看，很可惜。他们那边像资本部落，我们就讲我们最近的资本部落，他们是一个也是很棒的。你看，卑南族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啊，虽然比阿美族。你不要这样来试试因为我非常喜欢他们，太坏了。我会帮他们，我把我土地成功的送回来。还有时间吗？还有可以啊，就是要讲那个连锁的那个网络。OK， 好，那我直接跳到重点好了。那最主要，我们有一个网站，那个。守卫传统礼仪，守卫传统礼仪的那个，守护传统礼仪，在打都兰部落，对，然后守卫传统礼仪，对，在联署网站有一个联署网站，所以我们自己部落的年轻人自己做的哦。对，非常哦，其实我们都在外地工作读书了，这样，那我们在外地学会的，我们都用来回去保护我们自己的家、自己的部落的。啊，当然，其实留一片海、留一片天、留一片山，是留给更多人有机会分享我们的阿美族的文化，不是到了那边只有看到饭店而已。也可以别的方法，就是大家都开民宿嘛，大家有钱赚，对不对？便宜又好赚。我们也可以盖整条都是茅草屋、阿美族的传统屋啊，然后有 WiFi 可以打卡。我们自己当 BOT 的主人，不是说我们一定要 BOT， 我们想要当这片土地的主人，用我们原住民的方式，好好的跟很多人分享我们的故事，这样。对不对？你说我讲错吗？没错，这是真的，书面讲的都对。对了，这个重点就是我们希望这个联署，这个联署要感恩大家。听说书面的粉丝大概有3000多个都在里面，不止好不好？我是说那个上期联署的，目前上期联署的大概有3000多个哈，可是好像登记的好像就2000多个。我们的希望是，我们可以破万啊！希望大家也大家帮忙把这个连署连接出去，我有会放到我的 Facebook 上面。我们有 Facebook 哦，你有吧？有。那帮我们打卡呢？那就我们唱一首阿美族的传统歌啊，也是很感谢我们祖训留下这么棒的歌，这首歌归纳跟在奥运曾经唱过。啊，那你准备今天清唱好不好？元宝。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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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如果怕太急要呼吸的，往那边走，好吧，中间留一点点通道让大家行动，好，不要急哈，大家都慢慢来，好吧，憋尿，再忍来2分钟，好吧，好，那我们就中场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